节，对不对？对。你们为什么没有就是庆祝父亲节？庆祝过了，好羡慕你们了。在一点多的时候，我从重庆南路总统我那边慢慢走过来，可是沿途就赖一直进来。我今天有事，我今天有事，我今天有事，我今天刚好有事，我今天有事。我算一算，将近十个人。那我心里在想说，哦，为什么？我在想他们还在餐厅还出不来，因为大家在那个庆祝那个父亲节，所以要不要珍惜？像我们想庆祝也没得庆祝啊！我爸爸在100年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有没有人有这么一个缺憾跟遗憾？会吗？所以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不要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实我发觉人之所以很可惜的一点是，汲汲营营在追求那他感觉没有的东西，他身上有的，譬如说家人啊、亲情，理所当然，不懂得去爱护，然后互动当中也不懂得彼此去珍惜。可是等没有的时候才就说啊很难过，怎么他活着的时候我没有怎样怎样对他。其实好奇怪哦，人类怎么都那么奇怪。所以人类之所以不开心，都来自于永远看不到自己所拥有的，然后一直汲汲营营在追求那些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尤其在父亲节这当下，是要懂得珍惜。不管我们今天自己的那个家人还在不在，但是我觉得有没有长辈，长辈也值得我们去珍惜啊，也不一定要自己的亲人啊，对不对？如果大家《弟子规》有在看的话，事实上全部都是家人，尤其在超马的系统里面，大家是不是都是家人？都是家人嘛，就不分你我了，对不对？哈，所以我很感恩，也很珍惜大家今天又可以来集训一堂。那在这个礼拜当中呢，大家有没有特别的故事呢？或特别的突破，或特别的见证，或特别的开心，或特别有感觉，你又特别珍惜了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谁先要开始啊？我每次都说有奖品。我刚刚就睁开眼睛看大家，谁不用看歌词可以把珍惜歌唱出来的？哎，在场至少有三位，我所看到的有三位，哪三位自己举手一下？怎么不好意思举手？我们秀信姐啊，我们微微啊，还有我们这个那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露露哈。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因为老师的歌哈，老师的歌通常的歌词蛮多的。可是这一篇是我看过老师所有的歌词，歌词比较少的，而且比较容易记的，对啊。那珍惜爱了，珍惜这一出戏是不是也很棒？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来珍惜爱了，好不好？我为什么一段时间会用那个一篇大家把它唱到熟？那如果你是真的能慢慢的把歌词都记起来，那会更好，好不好？那随时都可以哼唱哈。那我先来分享我这个礼拜的一些心得，好不好哈？其实，我的工作室啊，我现在七月份办一个工作室。那在七月份以前哦，我在10年当中，我有租一个教室，那很舍不得离开。那后来的先生呢，他是一个代书，先生是个代书。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是，我10年前跟他接洽的时候，他还一直以来都还蛮健康的。可在2年多前，他就一直跟我讲，他眼睛看不太到。那其实我们想要给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会他们的那个礼貌很够，都会笑笑的就说啊，我知啦，我知啦，哎，我拢知啦，我冇咧啥，我冇咧啥，有没有这样子哈？就台语嘛，他这样讲。那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如我们老师在讲说，如果他们连这本书他们都还拿不起，那就只好先祝福，因为如果再勉强的话，是造成别人的压力。好像我们在推销什么东西一样，虽然是不用钱的，人家也会害怕。可是呢，当我在6月底的时候，结果他出不来了，变成他太太出来跟我见面。那然后呢，我觉得他的夫妻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很棒的人。你知道吗？他老公在前1年跟我签约的时候，我一直想要找大一点的空间，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啊，你就签吧。那一下你让他合约一来。各位，你知道我是一个多随性，合约一来一写就是签5年。我在想说啊，我就一直想搬家，怎么还让我签了5年？然后他太太说啊，他先生写的，他太太跟我讲说，你不要有压力了，你要走随时走没有关系的，他怕你又一直住下去，每年来签很麻烦，所以我们就签了。可是没有几个月以后，我就搬走了。后来我在跟他太太聊天的过程里面，我觉得
家家这个有本难念的经，他们家这么有钱，他们家那个代师事务所，你知道他有多少个房间，多少的房子在台北是空着吗？有60平的，有40平的，我那一间是最小的20平。然后我一问的话，他说啊，你都没有想要，你要40平，我们哪边啊，松江路口啊，哪里啊，哪里也有房子好多。我现在想说房子这么多，可是他们两个给我的感觉是不开心的。然后他就在阐述，就是说健康各方面啊，哪边不如意啊。各位，不是有一本书说不要穷到只剩下钱，可是一般人当还有一口气的当中，是不是在汲汲营营，这是他人生最大的目标。可是你看他们那么有钱，然后他们家里的人，他们家族的小孩又继承他们的家业，他说他只有他女儿不愿意继承，然后就自己亲自上班。然后呢这个房太太她也很好，我就跟她讲说我们有读书会，你一定要过来。结果她总共来了2次。为什么我会讲她的故事？因为她昨天传了一个 line 给我，她说因为她儿子出差，然后没有人可以照顾她老公，他们可能家族式的，我也搞不太清。她说她要在家照顾老公，她就跟我讲说，但是你一定要分享一个见证给他们。各位，她才来2次哦。后来我们有送他一本书，然后他每次来都晚了一点。然后呢，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宗教信仰，我都还没有机会跟他深聊。他说你要分享给那个读书会的朋友。他说他前几天跟他的朋友好像在哪边逛，好像类似阳明山走到，我现在有一点忘记他的那个地方。他说他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在种那个种花花草草啊，或是种那个什么菜。有没有免费的一些地在让人家种菜？有没有？然后阳明山有，我不太懂这个。他走啊走啊，他就看到一整片一整片，他就跟他朋友讲说：“啊，如果有一小块让我来种，不知道有多好。”他说他脑袋还这样想，然后走一小段，就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出来跟他讲说，要给他一小块地，让他免费来这边种。然后他就在那边愣了一下，然后他们走的过程里面，他同学就跟他讲说，他朋友就跟他讲说：“你也太神奇了吧！”你什么时候有这种威力，心想事成才讲人家地就来了。我觉得好奇妙的事情是，很多来参加没有2、3次的朋友，他们立即就在他们的境里面有很多的改变。这种能量场有没有很特殊？那我自己呢，因为事实上我们是老掉牙，在这个超忙里面是来了很多年，其实对我们来讲，每天小确喜小确幸是不断的，对我们来讲已经不足为奇。可是我们同时也是每天都有天地来做我们的小考验，所以老师讲我每天的功课是什么？要评分呢。我们要除了要写心得以后还要评分呢。假设满分是10分，我们要从10分慢慢自己扣到还有几分，就是说有没有情绪一来，某些人的一些动作啊，一些作为情绪一来会不会生气？有没有人到目前为止，因为我在超马，所以我从来不动念、不生气、不动怒的人，有没有来举手我看看？比较少嘛，对不对？一定会有人比较少。我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些小事情，可是当的情绪一来的情况下，就自己闭上眼睛，赶快忏悔，然后赶快转念。可是我常常就跟宇宙讲说，还好啦，还好啦，我应该有60分啦。我就跟他撒娇说，我应该有60分。我刚刚真的起心动念已经生气了，果真生气了，那个想法念头已经出来了。可是还好，是不是还转得过来？各位，我们都是人嘛，那我也是。我真的很希望到某个情况，我发觉任何的人事物的境都已经无动于衷的时候，这是我最大的什么？目标。可是我们毕竟是人，那我相信这个礼拜有很多人啊，对不对？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见证啊，或者有一些突破啊，不管好或不好，都是或是有一些功课啊，是不是都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起初会开始好了。大家都太客气，我知道这里大家都有机会了，这样。大家好，我是淑慧。那其实呢，我在接触超马的时候呢，
我一直呢，就是对于我老公啊，有那个情绪控管的问题，就是很困扰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接触超马，我也是老掉牙的，就是，我老公现在这种会暴怒的情形啊，已经几乎都没有了，真的已经几乎都没有。那当然，这个过程除了我觉得是家里的能量场变好之外呢，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些改变，然后我自己智慧也有提升，也比较懂得沟通。那我现在想要分享的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就是有一次我老公他们公司呢，就是请员工去那个乌来朴实励志，就是你可以去那边用餐，然后也可以住一晚，可是只有给一间房。那如果你要多一间房，你就要自己出钱。那因为我们一家四口，是不是就要两间房？那我老公那时候就想说，大热天的泡什么汤，对不对？朴实励志就是要泡汤嘛，他可以一边泡汤一边看那个西景啊，很享受的。那他也都没有跟我们讲，他就决定说，那我们就吃晚餐就好。如果只吃晚餐的话，公司全部付，那就觉得不值得花那个钱。那结果当天去的时候呢，我跟小孩，我们就很想要住那边，就觉得说，难得来这边为什么不住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直要跟我老公要说服他，然后我老公其实就是有点大男人了，他就脸就板下来，就很生气说不要再说了，然后他就跑去别州跟他的同事做，然后我一直很想要翻盘，那我就跟儿子说。我们再跟爸爸讲讲看，我们再跟爸爸讲讲看。那我两个儿子都觉得不可能，因为他老爸的个性他们很清楚。他们就说啊，算了啦，算了啦。可是当下呢，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有种感觉，觉得我们那一天会住在那边。因为后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我老公是他爱面子嘛，他也不可能说我们就住这边的哈。可是呢，就是刚好他们同事有四个人就临时不能来，可是那也不能退钱，那不能退钱的话，后来他们公司的小姐呢就来跟我老公问一下说啊，还是你们要不要住这边就可以抵那个费用，这个真的不是我预期的，我就看到那小姐跑到他那一桌，后来那小姐又跑来我们这一桌来问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就说我们本来就很想住啊，怎样怎样。那当然也要有房间啊，就那小姐又再去抢又去问，结果真的就是有房间，所以我们那天本来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如愿住在那边。然后更好玩的是，因为他每一间房都有送一张大众汤的那个泡汤，除了你在房间泡还可以去大众汤。可是那个其实我们那一天去的时候下雨还蛮凉的，可是到隔天就出大太阳了，那说大太阳怎么可能去泡大众汤嘛，对不对？我们只是想到不然就去看一看就好，结果很好玩，那一天就有一个公告出来说，今天因为之前呢某个台风的问题，那个管线呢有问题，今天不能去泡大众汤，封闭不能泡。那我就跑去问柜台，然后柜台就说哦，很抱歉，那没有关系，我们会补偿你们，以后我们还会寄那个泡汤券给你们，然后那个效期是半年，所以是不是赚到了？我就觉得这很神奇啦，就是你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巧合会一个一个发生，虽然只是小确幸，可是我还是觉得蛮神奇的。那这是我分享。现在没有所谓的那个什么运气好啊之类的，我觉得当你真的有接到一些能量的话，很多的事事都会如意啊，就心想事成，好不好？南艺姐来，换你了。讲到说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小确幸，我自己也是，我以前因为我从南坎到台北来上课，所以我必须要坐那个格马兰中山路的那个车子，那个车子班车少，走这中正路的班车很多，但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奇怪，到车站的时候我说没有车子，前面没有车子，我回头一看中山路的车子在那边，还有好几次，五六次都这样，我就是说，天哪，怎么那么刚好？
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事情呢、啊？这是刚才讲题外话。我今天好像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女儿，我又想到我女儿了。我女儿礼拜六出差去韩国，所以我就必须来台北帮她带小朋友。我那个女婿哈，我终于知道我女儿的问题出在哪里。她的先生就是一个情绪的人。其实我女儿出国前一天，我女婿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妈，我跟你是吵架。”他就开始就说：“以后我的孩子哈，你不用来跟我带，我的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他爷爷奶奶会带。”那时候我是外公，不用来带。如果需要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会带。哎，我说他妈学到了，我说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妈妈可以，那我就不用去，我也很忙，哦，我就超就教我的方法嘛。所以我就这样回答他。结果第二天晚上他就跟我讲说，又变了，你知道，他个性又变了。他说，妈，我告诉你哦，你明天可以来，然后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会把晚饭带买回来到姐姐家去吃饭。哦，就因为他当时跟我讲说他你可以不用来的时候，我想说外婆跟内婆就差那么多嘛，怎么说他也是我的血液流下去的，我的财产也是你的，还是跟我分的，啊，对不对哈？这是他一定是，这是往那个嘛哈。我想哈，哦，真的是哦，这个财产给他们还没有算尊重的，有点火，有点不太那个。那结果后来，因为每一次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那个女婿就是那个个性。我们去出国，他也都不跟，没有跟啊，因为他就是那种乖乖的个性，就没有跟。那我们去台东啊，去哪旅行，就是大家参加，就只有他没有参加。那我们家的小孩子认为说，哎，不用再叫他了吧，因为每次叫都没有那个嘛。哎，没想到昨天前天，他那天跟我讲说，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做心法，然后我认真做他一个家庭很和乐的样子，然后整个心法把它做下去。结果前天晚上他跟我说，妈，明天晚上哈，我会买菜哈，去姐姐家吃饭，是百年都没来了。记得他们说到姐姐家吃饭，那我也从这边学会了，说好啊好啊，你就带来啊，我们等你啊。我绝对不会跟他有任何的那个，就顺势的。像我从这边真的学得很好，结果他怎么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发现，哎，大家相处得很好啊。我女儿看到他来，另外一个女儿看到也是很客气的招呼他，我就发现他应该慢慢也有在进步了，在改变。当时晚上就住在他家，他是很客气啊。他也没有，好像就是他做说过话，他也忘了那种感觉。结果今天早上我的孙子起来，我以前我就有教他要唱四字经，我那个孙子小朋友很好教。昨天早上起来就跟我那孙女说，我说你今天早上起来有什么要感恩的吗？我孙女就说有啊，我要感恩这碗饭，我要感恩什么，感恩什么就在念。我说哦，你好不容易了，小小年纪才要唱。在大半年就知道可以感恩那么多，我说妹妹，你的心已经打开了，你已经懂得感恩所有的东西。我说你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就跟他补说，你感恩太阳啊，感恩前面的树叶啊，还有感恩那个什么，我就一直跟他补强啊，所以觉得孩子就会了。今天我送孩子去学校上课的时候，跟他孩子因为他是双胞胎嘛，结果送到学校的时候，这个男生抱我这个腿，这个女生抱我的腿，就那种感觉就非常 match 的那种感觉哦。我就先生说，这超嘛真的是。真的是要用，你要去真的要去学，真的要去用。那今天呢，早上到后来，我今天早上十点的时候，我常常在感觉到一点，就是说我不太会讲话。第一个就是我讲的不是很顺嘛，哈，就拉拉扎扎的。还有一直觉得说，我已经来那么久了，我也发那么多书出去了，为什么还没有一个感觉说有人来跟我说，哎姐，我们来开读书会，都没有。我一直在等哦，我想说。秀秀姐他们在读书，我想怎么我的语言功课真的这么慢。有时候想说好吧，叫两个朋友来，我们就来念嘛。那个我们的那个师姨就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他拿都拿不起这本书的人，我们就祝福他。真的发了很多书去以后，发现真的是很多人是拿不起这本书的人。那今天早上很一个没想到的，这是也是一种安排。那我的保险公司的是我的业务员，他今天到我家的时候，因为他很早就看到我。那之前他来我家找我的时候，我都在抄经，天天在抄经。他只要到我家就看到我在抄经，他一姐你怎么会抄不完的经？我说对呀，就是抄，就是喜欢抄就很爱抄结果后来今天看我说又是满桌的书啊，我说你姐你要读什么书？我说我现在读的更好，因为更简单的超级幸运很好。他说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就感觉到说，因为他以前看我抄经嘛，这次换了这个。我说这个不像经典那么难哦，你一看就非常的容易看。我说你很容易用，
他肯定觉得我脸在改变，应该他也看到我可能有点改变，所以他就跟我说，我脸应该来念哈。我说哦，好像感觉到有一个有一种闪一闪，就觉得哎，应该是那个到。那之后他就跟我讲，我说他是哪天叫我帮他买书啦，我说不用不用，你钱收回来，等我买好的话就给你收钱了哈。我说有的地方是可以用赠送的。那我在讲说，或许应该是要开始了，因为他在桃园的那个火车站旁边，桃园应该还没有看到什么读书会，有的话是大游路，就是那边那边有一个我知道，桃园街上那边应该是没有。但是因为这个人呢，他的业绩非常的好，他在国泰人寿17年来都是全国的冠军，所以他家是一家六口在做国泰，那他本身是协理，就他跟他先生的一个儿子的三个女儿是全职的国泰人。那我今天告诉他说，你在保险的这个部分也帮很多人的忙啊，应该来说你也是有很多的功德哈，就你也累积很多你的福分的。我说如果你可以在银线这个部分来加强一下补强啊，我说你人生应该非常圆满。我也要来我的那个办公室，如果我是先让他看看，如果他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我就会帮助他，请出医师去帮忙，我们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哈，一个这个，那我之后再明白，感谢。你没有看到谁就是谁，对不对？那既然那个业务员都上门了，或是有朋友啊，或是邻居啊，都来跟你聊天的话，我们就试着把书送出来。那他如果真的先不要，我们就不勉强嘛。那其实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在看我们的视线，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先有改变？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然后对自己的好朋友，如果你半年哦，或是几个月后碰到他，他会感觉，哎，你怎么变不一样了？以前哦，讲话都很犀利啊，现在怎么这么温柔婉约？他是会感觉不一样，然后他一定会问嘛。那我们那个时候书就拿出来，他就会好奇。其实不管是宗教还是超马这一本书，人最需要的是，因为他快走不下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这个章节第八章是有关夫妻之间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虽然没有结婚，可是我一路走来很奇妙哦，可能是我自己的人格特质。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任何的玩没有人会找我，那我也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我是一个极度没有声音，在高中的时候就好像哑巴一样，什么事都是很冷漠，就是我就在坐在后面看。可是很奇怪哦，那些同学哦，吃喝玩乐，我们那个年代有舞会，你知道吗？我们年代还有舞会哦。是偶尔会跟我们是女校嘛，偶尔会跟男校去参加舞会之类的，他们从来不邀我的。可是有问题哦，那个时候啊，高中生啊，是不是有交男女朋友啊？感情的问题，每个人都来跟我讲哎，我跟他也没那么熟哎，然后他们是一五一十会来跟我讲怎样啊怎样怎样啊，可是我也不晓得哪来的那一根筋，我就会跟他讲，那你不会怎样怎样怎样。后来无形当中，我在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是。人家只要有不舒服就来找我，可是吃喝玩乐，人家在玩回来礼拜一，他很开心，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来找我去玩。我说啊，你们又去干嘛干嘛，我怎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跟你讲也没有用啊，因为你不会要去的。哎，我长那个样子是可能是好像自闭儿一样，可是也不见得我不会要去啊。他们自动帮我筛选掉，可是有任何苦闷啊什么都会来找我。到大学，到我出社会，我发觉我最常接到的 case 很好笑哦，还没有进超马就在接 case， 很好玩吧？他们后来问我了，都大部分都是男女之间的，就是感情的问题，真的都是感情的问题。所以各位，尤其是第八章，我们今天要导读的第八章，也不要以为就是只有夫妻的，那像我们就说没有结婚的人谈这个。哎，你能这种把这种方式能不能延伸到其他的亲戚朋友啊，朋友之间的问题啊，谁说一定是夫妻之间的那个问题才可以用这一章节？因为老师很多的方式，很多的道理是放诸四海皆通的，对不对？哎，那今天呢，应该还有您有话要说，来，微微，哎，因为我看你太专注了，哎呀，哎。好像是故意让我们拿起来的，我还会把它拿掉的。老师福利姐，亲爱的超马家人，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在这里分享。哦，不是啊，老师讲的好像真的今天有
一点点小小的小分享。上个星期五是我的生日，就是罹难日。然后以前生日大概就是啊，国外就是聚聚餐。然后我先生在大陆，所以呢，就是我小孩，我儿子住在新竹。然后刚好他出国，可是他是金牛座的，非常小气。国外就是聚餐啊，请客啊，他们说很穷。然后那天呢，哎，他刚好到日本去玩，回来我知道他不太会选东西，我都指定了你要帮我买什么啊、哦。他除了买我需要的东西之外，我指定的东西之外，他还买了扫地机器人。那个价格是蛮，对他来说那个是蛮贵的。然后还买了一件那种防晒的那个外套，因为他知道我骑机车，哦，对，就很开心，很感动。然后女儿刚好她说她加班，公司老板给了餐券，哇，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刚好去聚餐了。那最高兴的其实是晚上，对，那聚餐的时候我也是跟他们说出，妈妈跟你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女儿她都是，她居然说我，她想到对她的印象好像都是对她很严格，或者是。他感觉他讲出来都是比较负面的，那我就说哦，对不起，妈妈要跟你们忏悔。我觉得哎，就是该说出来的。然后来晚上，当天晚上我在社区看到了那个星期六晚上的市立交响乐团会在我们的那个社区的公园里有演奏。我想真的是太好了，因为老师不是说要在社区里你们广传嘛，那我就找了一个朋友，我说。我们可以一边听音乐会，然后一边去发书，然后就兴致冲冲的载了两箱。我说我怕载不动，我说请我女儿帮我帮忙。她说妈妈，我看你大概只能发出一箱，那我就想好了，我还是试试看。然后我就把两箱都放到摩托车上去，然后就那天晚上凉风习习出来，非常凉快。那我这种个性很拘谨的，你说尤其我很怕遇到熟人。但是那一天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啊，对啊，刚好又有个同伴，我一个人常常发出的那种外公都是做的不是很好，然后那天对，反正哎，反而遇到一些熟人，他们看到我说哎，说你看起来气色很不错哦，变漂亮哦，心情就非常的好，反而都是送给那些熟识的人，哎，他们都也很乐意的收了，在音乐会还没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把两箱书都送完了，哇！所以那天是最开心的。我说这是我生日，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谢谢各位，你们有话一定要说，因为哈，我不真的点得到你哈。对微微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每次都跟我们导读很棒，对不对？对。因为他是老师退下来了，声音好好听哦，哎呀，哥，你想想看哦，有没有？说白话一点，有没有一人得到，大家都升天？你看他一个人出来，他儿子改变了，他女儿也贴心了，所以我们不用一直在问。可是我老公怎么办？啊，我女儿怎么办？我儿子怎么？你不用管。老师不是共修课一直在谈到，你先把自己搞定。当你一搞定，你的能量对的话，回到家整个都会受，整个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不对哈？那接下来我要请一个朋友分享。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很神奇，参加老师两天一夜，怎么他是在做网拍的，一下子那个营业额哦不得了。我们请那个美华来帮大家分享一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华。那真的很谢谢淑丽姐哦。那我觉得说能接触超级生命嘛，是因为淑丽姐她极力推荐的。那所以我也是待很久。那我觉得说那个，因为我本身有在办导读，就是所谓的读书会。那我觉得说，在很多人的例子里面，这个例子就像刚刚所有的朋友分享，就是可能接触没多久，你很快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那这个朋友呢，是我很久以前的同事，那我们一直有保持联络。那上次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跟他，我们又重新联络上，我就跟他。分享的那个结缘书就是千年之约，然后后续的时候我又跟他结缘了超级生命嘛，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一起念书了。那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可能几个月后有一次他就跟我一起念书，那他本身有在上班，他不是专业的那个什么，只是在做网拍的。
那在那一次以后，他几乎每天的业绩都很好。那一次他跟我见完面，我们一起念完书以后，他又跟着我到我们淑丽姐的工作室。那一天晚上，他就直接有订单就十笔，就从我跟他短短这样见面，然后一直到他离开的时候，到他回到家，他的业绩量就已经是十笔。那因为我没有做这个，我不清楚。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个到底是业绩上算好还是不好？然后他跟我说，这很好哎。我说那到底是怎样？他说一天哦有四笔就很了不起了。然后就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维持的量都是这样。然后因为他也很花心，就是他主动就是会，因为他是不是网拍，那会有那个就会有结缘书，他自己就会跟我要拿的书，然后就自己每一个包裹，他就是都会记着的。然后他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客户还说你是不是记错东西，然后他说没有，那是送给你。然后就是持续一直做这件事，然后一直到那天我们参加定心丰收营的时候一结束，我们在回程，他马上就因为他就住三峡，那我还在游览车上面，他就传信息给我，他就是因为淑丽姐我以后他拍卖一点东西，他就立即回给我说有个客户问的什么，然后他就跟他讲完以后，他就在那一刻结束完以后，课程一结束完，在回程的路上他就收了第一笔订单。然后就如此这样过一两天，那一天我就看，哎，这一两天他怎么好像就没有什么讯息，我就主动问他，我说，哎，你很忙碌哦。然后他就下午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订单已经破100，那是超过100。那短短的时间，从下午到晚上，他的业绩量是暴增。因为我也是看他写信的说，他那个晚上就是直接就是增加五倍，业绩就增加五倍。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神奇，而是因为就像老师常常说的，就是你在做什么，天天都在看，那很多很多事情就不求之得。所以他就很规律的，他的订单几乎都是会保持。就我刚刚说的，每天几乎都会有事，那所以他也慢慢，他是个多话的人，可是很感恩他会写心得，所以我才会知道。那如果没有写心得，我根本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大丰收，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有在超级生命码真的要好好运用我们这本工具书。那个基本功就是步骤一二三，真的要老实念经，你慢慢就可以跟这个书跟天地去相应。那这是我分享，谢谢。业绩可以一天里面翻五倍，有没有能量有够强？可是娃姐这个小女生她也很发心，各位，因为他们网拍是不是到后来会寄东西出去？他每寄一笔，他就夹了千年之约，是不是？两本了，千年之约跟疗愈权利，是不是也很有心？其实我们只要有心的话，任何管道就是说能送出去就送出去。因为今天我们坐在很后面这位先生也是不知道哪边收拿到一本淡水那边他拿到书，然后他刚好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来这边我会送你书哦。结果他刚刚来了，然后他就在想说他不是来了就有书，因为他在简讯里面他没有回我说他会来，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把超级生命密码带过来。那还有我们这边那个珍姐他就有书，我们就先送给我们这位先生。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发出去，或是甚至我听过太多从信箱拿到的，所以各位信箱哦，你们家尤其是你们家社区的话，不要吝啬。信箱很多人透过信箱拿到那个千年之约或疗愈权利，都是因为这样慢慢走入超码的，任何的管道都可以。其实你看吗，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这里面的九大心法，各位你去注意哦，我们目前已经讲了几个心法了，考试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讲过感恩、爱跟感恩？那然后忏悔，对不对？然后再什么太阳心法？第七章是不是就是太阳心法？第六章秘密中的秘密是不是就谈到什么忏悔？那然后第二章好像就是爱与感恩。各位，这就是我们的步骤一二三。步骤一是不是先忏悔发愿？那步骤二是不是爱跟感恩？那步骤三是太阳心法，就是老师的基本功。各位，我们任何的那我们学任何的专业也是要有基本功。
那超马的基本功是最基本的这三个心法，你都一定每天都要去什么去做。可是你看到这三个心法，每个心法的后面，老师每一个心法后面都会写到，就是说，如果你透过这个心法得到任何的好处，你要大量的去什么去推广，而且不要认为说你自己很厉害，一定所有的一切要归于什么归于宇宙。不要就说你看我现在多厉害，你看我现在好厉害，你看我现在刚刚所有的见证都是，你看啊，我多幸运啊！我们不自觉当中就会大我就会忽然跑出来的，都没有想到这是天地所赐予的，这是人类最大的特质。当我们常常会得意就什么忘形了，常常会这个样子哈。所以老师在每个心法后面就是说，如果如实做的话，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成效，也意想不到的身心灵各方面都有一些进步。但是你得获得的好处，记得是要广传。所以刚刚不是我们各位在讲说外功，其实哦，送书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其实不用把想人家要不要，要就表示他有缘分拿到，不要的话就我们给下一个嘛。其实尝试去做几次。曾经有一个妹妹嘛，她一直跟她妈妈讲说，她很想要去发那个店面。然后她有一次听我在分享，就是说，哎，我很喜欢发店面。为什么我喜欢发店面？因为可以聊天。可是我不管在车上，我曾经也在医院啊，在龙山寺，不是龙山寺，那个叫做行天宫啊，我们在捷运站啊哪边，我们也去很多的地方发书。那我阿姐在发书说漫无目标，只是跟他讲说这是一本什么书，他就拿走，跟你谢谢。好的人就说哦谢谢我谢谢我谢谢。那刚刚譬如说我每次来这边都会去银行走一下，那个小姐我就立即送他一本，各位你送给人家书，他马上会说啊不好意思啦，有没有？有的人说啊不用啦不好意思，他好像好像要干嘛一样，就说没有，这是我是志工，我就立即跟他说我是志工。那这一本书的好处在哪边？对你的工作各方面有怎么样的帮助？这大概讲一下。那为什么我很喜欢跟柜台或是跟店面？因为当然人家如果有生意的话，我不要去打扰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坐在那边是不是很无聊？他多希望有一个人跟他聊天，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是传超码最佳时机，我很喜欢。尤其武昌街这个地方是我退休以前就在武昌街这个区块了。武昌街这个区块，所以我固定礼拜我都会固定走这个区块。那有几家服饰公司我曾经跟他买过，你知道他们会传的，他们就说啊，我跟你讲，我这边已经几本了，那你下次我说你放心，你要多少我都可以供给你，有没有很开心？就好像呢，我每个礼拜二经过那边都可以去什么铺，哎，叫做铺货吗？还是什么？我现在怎么讲？铺货，哎，不是补货，我要给他们啊，我要给他们。哦，拼，我搞不太清楚。所以呢，那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个习惯，各位，我们现在考试一下哈。感恩四季记的进阶版是什么？怎么念呢？啊？感恩宇宙，感恩未来，感恩太阳圣德老师，感恩宇宙，感恩爱，感恩太阳圣德老师，感恩宇宙，感恩爱。感恩太阳圣德老师，感恩宇宙，感恩一切有了交代，感恩太阳圣德老师，导师哦，各位进阶版大家都知道吗？那呢，我反正每次在走路，每次就脑袋里面默念，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吓了一跳，结果也是一个很久很久的老同事，他应该比我更早退休。他是真正戒龄退休，不像我是懒惰提早退休哈。然后他马上就问我某一个人，哦，那曾经哦我在超马的过程里面，他也透过他一个朋友在超马，然后他刚刚碰到我就说啊某某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为什么他的 FB 啊什么都关掉了？因为已经将近好几年，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以前是因为在超马熟，后来他所有的音信都好像有一点断掉，我也比较不清。我说这一两年来我也都不知没有他的信息。然后我手边刚好有千年之约，我就赶快给他，我说哎，我知道你拿来看书，你一定会很喜欢。我跟你讲，你看完以后背后这所有的书，我全部都可以送给你。后面是不是有好多本？我说我跟你讲，你只要喜欢，我全部都可以送给你。他说哦，真的哦。然后走了，我就跟他再见了，因为我也赶过来，对不对？然后他马上回头跟我讲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看书？”
我说我不只就知道你喜欢看书，而且还知道你很会写作。他说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在我们那个机构还蛮有名的，就是他很会写东西。那你知道吗？我就很开心，因为我有他的 line， 我就想说这个人已经退休，在晃来晃去没事干，文笔又这么好，说不定未来是一个超马的大志工，对不对？有没有又连接到了？所以念啊念啊念啊，人就会跑出来；念啊念啊念啊，好事就会跑出来。要不要念？平常啊，这感恩四季记，就好像秒秒，就好像老师要我秒秒感恩一样，就把我秒秒放在脑袋里面，会有意想不到啊。接下来还有谁呢？我们这位美女，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不好？你是第一次来吗？不会吧？第一次来参加我这个读书会，我像第一次来。哎，没关系，大家，哎，这整个拿起来就好了。哎，那他就要这样拿嘞。好的，哎，我知道了。没关系，不会，没有关系啊，任何时间来都刚刚好，没关系。嗯，你要我分享什么？哦，对不起，没关系，你在这，你应该有参加别的读书会嘛？这是第一次来，对不对？我是去年我就进来找嘛。哦。可是因为我的时间上比较不好配合，所以我会在那个只要有空就来就这样，对，都好棒的。对，像我每天大概都要花两个小时，就是看待里面所有台中、高雄、台中三中会的这些赖，我都有。好棒哦！你赶快自我介绍一下，你怎么接触超马的？还有你这一段时间最有感悟的啊？我们访问一下，哎、啊，不会耽误，我们很爱听，好不好？哎我去年也是到同学，我们基隆，到基隆找同学，然后那个同学他就，哎，我就讲说，哎呀，现在这个时机这么坏啊，我看世界恐怕要毁灭。他跟我讲不会毁灭，我今天刚好要送你一个东西。后来我就说好，我很喜欢啊。然后我回去以后就从《千年之约》开始看，看完以后我大概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我包括超马我看了三次了，三天里面我看了三次完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做，可是我呢闭门造车在家里面做啊说什么我不晓得做的对不对。后来我也有参加那个老师去年12月的时候，因为我会距离很长的时间才跑出来一次，因为我不是很方便说可以上大家的时间，但是我的心还是在这。后来我就有去参加老师的，那算是个课程，做了28个两天一夜，对，我也是拼命凑凑就那个啊，那慢慢，我就会给自己规定功课，然后慢慢的做，慢慢学着做，学着做一点，然后也是，一点一点被老公知道。因为我曾经有我大概简单的分享过，说我从小是那个佛教的家庭长大，然后呢，那个因为婆婆要我拜，我就很反感，为什么要拜拜？啊，你就拜就对了。我说妈妈为什么拜拜？我也问我娘家妈妈，妈妈说我就不知道，反正你就拜就对了。我说妈，你整天拜到底在拜什么呀？加薪加贵加好睡。她说你太大胆了，你在讲什么？然后就老公就给一巴掌说我不敬。我说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哈，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的时候，我希望我不要再拜拜。然后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拜拜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拜拜。她说那你要干嘛？我说我就要去那个基督教那边，因为那边比较快乐。我说那每天唱歌啊，发糖果给我们吃，从小就这样。我说我要带着孩子去信主，我姑姑也是信主这样。结果后来他就讲说，好，那你现在听话，妈妈叫你拜你就拜，婆婆叫你拜你就拜，啊，百年过后再说。啊，后来真的婆婆过世了以后，我就带着孩子到教会去，都做，基督徒有7件事情。然后分享要什么要我都做，待了大概前后25年，孩子也在教会里面长大，就这样子。然后也是我说你看死了一个人你唱歌，干什么都唱歌就很快乐。然后后来呢，因为我是金门人，然后我的先生呢，他回去金门当就是行教司令官，他离开家里面40年，那40年没有回过家，没想到回去的时候老人就不在，是他回去了40年。那我就跟着他一起回去好了。金门有些土地嘛，土地呢要找出一块地来盖个什么东西纪念一下祖先。那我祷告了半天是颇有声音的，然后大家就讲说，你既然是司令官的身份，你参加春秋八祭排除大会跟祭祀还有告别式什么的，人家拿下你要拿，你要
因为你这个身份你要这样做，你不能因为你什么你不行，像好别人的，所以我就开始就把香拿起来，因为进门那个地方99.9%都是拿香的，我又开始拿香，然后有些族亲啊，因为我姓刘一口人，那你家的那个就是以前的县长，我们当政的20年，你们家在进门当政20年，他就说你晋师夫人就是你家的这个望族的后代。你必须怎样呢？必须啊，就是上梁的时候，我们就反正是报上宫中的家。那我说我的业一直都会受到报上金门当地人的尊重。就我做什么，人家会看我做，所以你不能乱做。我说好，该拿香我就拿香，该去拜拜我就拜拜，该怎么样我又怎么样。可是我心里很非常不平衡，我怎么又走来走去又走回这个话。后来的时候，那个叔叔们、叔侄辈就会讲说。你既然要找出一块地，那我还是回到法规。我说我怎么搞，跌跌撞撞又撞回来，又要法规了。那法规我说好吧，那不然怎么弄？那就开始拜，就叫我说你有点诚心才能够，才会告诉你说要怎么做。那我说怎么诚心？他就丢了一本那个普门品给我，开始念普门品。一个月以后，我有梦到观世音大士。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会梦到这个人号？这是观音大士。那接着怎么办？他说你要进阶。我说进阶又怎么办？他说要不是就是那个金刚经。我就前前后后金刚经在读了快了。当然那块地的事情是因为很复杂就不讲了。我就这样又回到这边来。然后一年机会了碰到这个老师的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先生问我说你怎么转来转去？我说我不是转来转去的哈。对，我说我也跟他讲说那。我说我也，那你跟我一起嘛？那不是《金刚经》？我只问你说，你是在读什么？对，我听得读，我记得还知道是我的讲字，还有一些可以讲出来。那个《金刚经》就是在你每天或者是好像要做这件事情去做，花时间去做，我有些背景知识，对。我说好像这个比较简单。他说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就想说，那你可以试试看。对，然后后来我就闷不吭声了，我就做一点跟他讲一点，做一点跟他讲。现在也不反对，但是我就是说，老师也跟我讲过说，每个角色你都要扮演得很好，你才有资格说我要来修，或者是去利益众生去帮人，你连你自己都做不好，就是我自己都没把自己做好，就是我2年前也是因为大肠癌，后来很幸运大肠癌引起我就发现，然后我也是走过来都没有放化疗都没有干嘛，那个时候我当下我就知道说。我好像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不能白活，应该要出来做些什么事情，不能这样混日子混。我说我在混，那老师曾经也当面问我说，那你当初为什么信教会什么的？我跟老师讲，老师我好像觉得我是沽名钓誉，我不是那么真心，我不够诚心。老师就说，你回答得很好。所以现在我只要老也看到老师，他都最记得我。我就跑到最后，因为我很怕老师说功课做了没，就是这样。所以我也给自己讲说，你看我都做笔记哈，我只要有时间，我想时间许可，我就会过来，哪怕是我迟到或怎样，我总是不到的。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买一些东西，我就沿路发回去，我能够做多少。那个淑丽姐讲的这个，对不起，不见得比我大，可是真的。没有，我OK。我是说那个我做多少算多少，像我来这边的次数也不多，那我就会一路上赶的时候想说，哎，待会儿这本我要送给我的外孙，然后那个我要带什么什么往哪边去，就是一路这样做，然后做到哪里算到哪里，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墨子里基隆瑞芳的瑞芳。瑞芳，好棒，真的好棒，欢迎你要常常来，很好，谢谢，分享的多好呢，对不对？很棒，秋信姐有话要说吗？她已经搬家了，她每次都有续集，她已经搬家了，但是呢，为了超马，她还慢慢整理当中，我帮你们问好了哈，这个礼拜的心得再跟我分享一下，谢谢，想要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是一开始叫你想的，想讲的一句话。刚刚淑丽姐说，那个今天为什么你来这里？
面是爸爸姐，那我们第二单位跟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导师说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好，父亲节快乐，老师听到了，导师听到了，父亲节快乐。对，奇迹不断了，搬家真的是我都惊喜连连的很多事情。那因为要办那个断水断电还有断瓦斯的这些事情嘛，那旧家要断了，所以遇到了那些服务人员超级棒，都非常有爱心的热忱。那就在印象比较深刻是断水的那个服务人员，我一进门，他就一位中年的妇女，她很热情的说：“请进，就这边坐。”那我是坐这边，他说右边的这边比较宽，你坐这边。然后在对谈的过程中，他非常有礼貌，而且让人家宾至如归的那种感觉。那整个服务过程，我受感动。然后就在他跟我讲说多少钱要补，那我就付了钱以后，他就找钱给我用一个盘子装钱，然后正巧有他的电话，他在讲电话过程中，我就把准备好，因为这几天都把书都画到剩下几本，所以就把准备好那个疗愈简历，就用那个托盘我就装好了。好了，讲完以后。我跟他讲说这是奖品，你服务超好，送给你们，拿到那个奖品好开心。对，跟他讲说这是奖品，然后他就很认真在看，我就说回去认真看哦，那我会收获满满。我就跟他讲大概讲说我找房子的过程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状况。他听得很开心，又因为他上班时间不能讲太久，因为又有另外的人来，所以说希望也是能够接引到这么棒的人。那太多的分享不能占你太多时间，就先挡在这里，感恩老师，感恩大家，谢谢谢谢秀敏姐。还有没有人要再分享？如果没有，我们要开始导读书了，好不好？哈。我们今天要导读的是哪里呀、啊？第八章哈、哦，第八章，第八章，幸福婚姻秘法哈、哦。然后我们还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来，从许淑慧开始好了，我们从这边再轮过去，每个人念一小段好不好哈、哦？每个人念一小段 ，OK， 好。第八章从教床谈幸福婚姻秘法。从各地民众向我求教的普遍综合结果来看，最多人在他们心中想要解决的问题，婚姻方面通常是占据了非常重的比例。绝大多数人的婚姻问题，在抽丝剥茧之后，不难发现，每一对夫妻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在当时他们内心深处，好像都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但是源头其实都是一些简单芝麻蒜皮的小事，这些简单的小事如果没有处理得当，一段时日后累积了不好的负能量，久而久之这个负能量场就会在两者的日常生活中影响越来越深，和两人的关系一旦没有办法承受这里面的各种影响时，就会出现家庭分裂的问题。我先举一个实例，有一位女士经由朋友的介绍给我打了三次电话，问了其中的蹊跷之后，才决定来我这里询问她心中一个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位女士的先生，是美国一所大医院的医师，他的年纪大概都是在五六十岁左右。在我们刚刚交谈时，他总是说些无关紧要的题外话，绕来绕去的。最后，我终于耐不住地问他：“今天
今天我们会面，你想要请教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于是他才很腼腆的，细说了真正来求教的原因。他和他先生的婚姻在过去三个月里突然发生了非常不好的转变。过去他们几十年的婚姻都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度过的，但他说在这过去的三个月里，他先生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而且言行谈吐之间总是有点怪异。后来他才发现他先生在服用威尔当这类的药物，起初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先生服用这个药物的事实，因为他认为他心中的另一半怎么想也不会需要的。而且他们在那三个月里经常意见不合，无缘无故的就争吵起来了。他细数地思量过去这段时间里究竟是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就会闹得不愉快，每一次好像都和另一半在房间上有许多的争执。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先生也曾经一起找过两三位心理辅导医生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问题，也用过其中的建议方案，但是都没有成效。他现在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就需要和他发生亲密关系。起初他会全力配合，但是后来他向他先生坦诚，自己在更年期之后，现实方面的需求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而他先生还是在这方面烦扰着他。最后他的脾气也变差了，觉得这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他说两个人有时候不愉快发生了口角，甚至还会将离婚挂在嘴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的夫妻关系就在这个几个月里面从轻微的隔阂变成严重的家庭问题。当我在倾听他的问题的同时，我感觉到他先生在夫妻生活上似乎有了常态不满足的现象，于是我更详尽地了解了他们问题其中的细节，最后发现真正问题的核心是出在这位女士和先生行房的过程，在最后高潮段落中，教床的品质不如从前，而且她的另一半希望她在最后可以对她说一句话“我爱你”，说这位女士讲得过于敷衍，对方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样子的情境和声音所带出的信号得到真正的满足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非常频繁地向这位女士求爱。OK， 我们先到这边。大家在到这个段落，这几个段落有没有特别想要分享的？其实在第一段都说，事实上哦，夫妻之间会吵架是不是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那既然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是日积月累变成造成一股负能量产生出来，可是这一段会有感觉的是我们都在用压抑，没有转念。其实压抑跟转念是不一样的。我上好几次我都有特别提到，有没有人在生气或是在吵架的过程里面，他是属于不讲话，他说你要吵就让你吵，我不讲话。可是不讲话不代表没事哦，除非你当下就如我们有学到老师所谓的转念，就说你会替他用不同的角度替他想，为什么他会生气，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出来，你能替他去想同理心，如果这样的话是让就可以化解掉。可是如果没有，就说好吧，反正你那么会吵，我来懒得理你。有没有用冷漠的态度？我常常讲秀丽姐的故事，她的三杯水的故事，有没有？一个是骂她，一个是赞美她，一个是不理她。最后三天以后，几天以后，赞美她的水是不是依然清澈？骂她的水有一点浑浊，不理她的水是到后来是很臭的。所以各位，在家庭里面最切忌的是冷漠。所以冷漠或是压抑都不是解决问题，而且会产生更大的负能量哦。这一段让我感觉很有感觉的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芝麻小事会变成一股负能量？是因为大家采取，反正我已经懒得理你了，反正怎么讲都是这样的，那我可以不理你吧。
你不理不睬压抑的过程里面产生一股很大的负能量，除非你自己有本事转念，压抑跟转念是完全不一样哦。这边那还有在最后我们刚念的最后这一段这个地方，我爱你敷衍有没有？其实我在台湾人要讲我爱你这三个字不容易哦，年轻人很容易，过了四五十岁你们常常跟你另一半说你爱他的，有的人举手一下，哎呦哎呦才两位呢，不容易哦。一般人尤其是本土台湾长大的，是不是都是很内敛，他认为都已经在临终的那 三个字都还不会讲出来了，他认为我爱你本来就放在心上你应该知道啊，可是有没有讲出来？比如说某个人本来就很漂亮，那你本来就很漂亮干嘛要人家讲？可是如果你跟他讲说小姐你好漂亮哦，他心情有没有就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有啦，你不要这么说啊，他本来就很漂亮有什么好讲的，不需要讲的，因为他本来就很漂亮，可是他就是要你讲出来啊。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太吝啬好不好？其实讲出我爱你这三个字也要相当有能量，不是有能量的人是讲不出来的，跟他年轻人一二十岁天天爱来爱去，那在口头禅，那完全是在敷衍，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电视影集啊，但外国人动不动这三个字是最频繁的，对不对？不管小的对父母亲，或是平等的，或是那个对长辈，是不是这三个字是很容易讲出口？可是这三个字，这个爱字，如果你是不敷衍的，你很真心诚意的，它的能量很强，很强，很强，超强的。爱字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爱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感动会令人感动是最大的力量，所以爱字真的不要敷衍它，绝对不要敷衍。因为呢，人家说感觉比语言快十倍，不要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在敷衍人家，其实人家只是不戳破我们而已，人家他也很厉害，感受得到我们在敷衍人家。所以我要觉得话多话少不重要，重要是你的真心诚意。我们在超马里面，我们讲的头头是道也没什么用，起心动念不对就是不对，因为宇宙会算计的比我们更精准，所以我觉得那个心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在下一段开始，好，谢谢。所以关系的不和谐，家庭和婚姻的危机就从这其中开始产生。当我剖析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并且将解决之道、该注意的事项以及万无一失的种种准备都向他解说了一次之后，他非常认同我这项说法。于是我对他说：“现今你所面临的实际切身问题，就只是看你自己是否真心希望解决，而且事情的问题本来很小，会导致它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先生会吃威尔刚，都因为他觉得无法和你在亲密生活中得到应有的满足感，所以他才以自己是一位专业医师的角度，借由药物达到他希望可以补强的事实。最后我鼓励这位女士，这件事情虽然在他看来是一件非常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是很快就可以过天晴的，只要有心，而且真的愿意解决问题。我并约他一个礼拜后再来进行一次这整件问题的扫描，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是他没有注意过还没解决的。下一段，谢谢。一个礼拜过去后，当我和这位女士再次会面时，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个礼拜前她脸上那副憔悴、疲惫、无奈等等表情已经消失不见了，换来的是不开朗的不时开朗的微笑，还有老实在在的肯定了当初我给她所有建议。他还对我说，他真的没想到只要专注于问题的核心点，并且用对的方法，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问题就立刻得到百分百的解决，使过去三个月来出现的所有问题立刻一扫而空，因而过着比以前还要更和谐融洽甜蜜的生活，惊险地逃过了一次婚姻危机。
从这个事实，从这个真实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男女双方生活在一起，除了物质层面以外，还需要精神层面的互相配合，进而使各自需求融洽地搭在一起，并促使有互补的作用，这样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才能长长久久。如果夫妻俩在精神层面上已经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哪怕是肉体上能有暂时性的交集，长远来看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果。纵观这个结论，在我们现在社会多数的真实人生中，你不难发现有很多不论是实质的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纵然在那一刻他们是走在一起，但往往貌合神离，很难有心灵上的交集。下一位。如果一旦交集点已经低于一个平均，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亮起红灯的时候，这时可以补强，无论是自己还是求助于专业人员，真正去探讨问题的起源点。只有真正在起源点上补修修补配合，或者是接受某方面的辅导，才能改善其中的问题，让它不再发生，那么两个人才有可能再次融洽地一起生活，不然就可能会绕着这个小小的问题点一直打转，进而把这个问题的负能量磁场扩散得愈来愈大，最后这个磁场震动了可贵的婚姻生活，严重的可能还会瓦解了两人的婚姻。然而有很多人都没有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哪怕是他早就知道和另一半的关系已经处在一个无法互相交流，思想层面已经有严重差落的警讯阶段。我们这边暂停一下，让你们讨论一下，各位在座谁没结婚？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结婚？大家都非常的美满吗？都很棒，对不对？如何棒嘛？夫妻的相处之道，为什么你们可以相处的这么好？能不能也分享一下？来，对吧？我听起来你跟你老公的那个相处的不错，来。不用不用不用拿过来，随便随便，就说，其实我发觉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大家如果念过书，都是我在唱独角戏，这样你们意义不大。就是你可以把你很棒的分享出来，也把你目前刚好是处于哪个点，说不定你有透过老师书中的哪个点，你也可以豁然开朗，对不对？啊，如果真的很不错，你也可以讲嘛，哎呀，都可以讲。麦克风往上。当初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怎么连这个都讲？那后来呢？后来我就发现说，哦，这是用外国人的角度，那一篇是外国人的角度，绝对不是台湾，也不是中国大陆，就是这个，我的感觉。对。外国人很容易就去找那个什么心理医师，夫妻两个人他们是注重这个。我们中国人好像比较不注重这个，就像好像一般讲的说，我们啊，离开学校以后就不读书了，然后进入婚姻以后就不谈恋爱。再讲一次，离开学校以后就不再读书了，因为不考试了嘛。
进入婚姻以后呢，就不再谈恋爱了，不再讲我爱你了。我也是走过来的，我也是走过来的，因为我老公也是一直他是军人嘛，但是呢，他会在很柔软的时候啊，会跟我讲说我爱你，我说好，我始终跟他讲了二十年，说好好，说吧，我知道，就这样讲。他有时候问我说，你怎么都不回应一下？我说那你都知道了，就像所谓刚刚讲，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后来我也是慢慢学习，你跟子女要讲爱，跟妈妈爸爸也要讲爱，这是互动，你感动我，我感动你。哦，后来我有一天回来，老公，你看他高兴的，他讲着讲着就习惯了，不讲好像还很难过。这是我们很避暑，我们比较避暑，就是感觉讲出来很肉麻，你都知道了，我干嘛还讲？那你不讲，他说你不讲我怎么知道？好像是你不是有感觉的，爱要开口讲出来。对，就是这样，我也是学习的。对呀，对呀，对呀，真的这三个字要回去练习。对，很棒。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今年母亲节，五月的第二个，今年的母亲节，那我在我的工作室那边，我们就有一个活动，也是超马的读书会，然后我们就是说，今天结束以后，回去每个人哦，是不是都是大人的，都是二三十岁的以上的，我们说你们回去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回去跟妈妈讲一下，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就是这个功课而已哦。因为网络有这么一个，从小学生到国中生就去 po 叫他们讲，那个老师太神奇了。那个老师我讲课讲了一半，然后就把他的手机拿下来，然后就叫每个小学生啊，那个国中生还小学生，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小学生就叫他跟他妈妈讲话，好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老师那个用他的手机大哥大的，跟他每个人的妈妈的电话只要打过去，那接。然后他妈妈一接到就说：“哦，老师。”然后是当女儿的声音啊，说：“妈妈，什么人？这边哪集？他们很紧张，什么事情？怎么拿那个老师的手机？什么事？”你又说：“他说没有。”哎，别那个小孩子要讲妈妈我爱，你都讲不太出来。他妈妈就一直用台湾话，有没有用台湾话？就什么事啊？什么事？你干嘛？我很忙啊，你到底要干嘛？他越讲越紧，那个小孩子的 feel 越出来。他有的女孩子，小女生的小孩子就讲到要哭了，就哭了，讲出那三个字就哭了，所以那是很感人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母亲节，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活动，在超马里面做这么一个活动，就是下个礼拜来一定要跟我们讲，你要跟妈妈讲说妈妈我爱你，妈妈母亲节快乐。结果我们有一个大男生30岁，然后他从小跟父母亲的关系很差，然后被赶出去，然后自己自力更生到应该是已经20几岁。哦，这几年来，这三五年来才又回到家，因为他爸爸是属于受日式教育的，然后对他就是打跟骂，然后后来他来参加读书，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打，然后关到仓库，因为他们家在做生意，关在仓库都不给他吃，然后就是那一幕，可能就是他会觉得爸爸怎么这样子，那从此就那个内心里面有反叛或怎样，然后就跟家里的互动，那妈妈也无能为力，都是很传统的，妈妈也无能为力，然后爸爸很严厉，他说他爸爸只要喝了酒回来就一定往他身上打又踢，然后他只要听到他爸爸回来，他房门就赶快关起来，然后他爸爸还会踢他的房门，所以他就离家出走。等到他自己在外面打工啊，夜间部啊，他好像应该是普通高中或是学业告一个段落，然后自己就去面包店学面包店，做那个面包店师傅。那然后他是属于真的一板一眼，他就很像我们目前啊在电视上看到的机器人，他的长相也像，可是完全没有表情的，他的动作也像，然后脸上很像狮子头，完全没有表情，我们都还有一点喜欢的，他是没有。结果这个功课你知道吗？他因为遇上超马遇到我们，他似乎他几乎他不晓得什么叫感情。他虽然回到家，他就对他爸爸是又害怕又恐惧又恨，这种是不是很恐怖的？然后你看到他刚开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满脑子就是只要有人对他的态度不对的话，他就是不舒服，他是很容易动怒的。后来他要做这个功课，对他来讲是最高难度。然后他那一天就在分享给大家听，
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今天礼拜天到了，我晚上都是要参加读书会，可是我那一个功课还没有做好。你看他是不是 SOP 流程的好像机器人，他认为你要叫他做他一定要做。然后他说他一大早起来他就坐立不安，然后他看到妈妈去过那个二楼去晒衣服，他就跟着他妈妈屁股走到二楼，然后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他妈妈又走到楼下，他还跟他妈妈屁股走到楼下，然后走到厨房。他说好不容易有那个机会要跟他妈妈讲，他爸爸跑出来，他爸爸就跟他讲说，哎，去买个便当嘛，中午都要去买个便当。然后他就去帮爸爸妈妈买个便当，因为他自己要出来嘛，不吃，就让爸爸妈妈买个便当给他们。他说我便当再给他们，我再没有讲的话我就来不及了。然后他说借这个机会把便当拿给他父母亲的同时，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爱你，妈妈母亲节快乐。然后爸爸妈妈两个人拿了便当扔在那边，他讲完话就赶快往外面跑，就跑走了。然后他说爸爸妈妈两个愣在那个地方。各位，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没有超马，没有能量的提升，这个男孩子，这个小男生，这个大男生真的就完了。其实我的工作室那边有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晓得如何去表达，不晓得如何跟家人互动，所以你知道超马帮助多少人？因为他浅显易懂。比如说我们这边坐在这边这个帅哥，他是职业军人，他是偶尔礼拜五才回来，他偶尔有空礼拜二过来，因为他曾经来参加过一两次。他有一次还赖跟我讲说他可能要带他一个朋友来，后来那个朋友没有来，那他昨天来前天又回来，我问他说啊你礼拜二有空，他说有空就来了。当然他会很害怕我叫他分享，我不敢叫他分享，我让他下次就说我不来了。所以各位，我觉得哈，扎根这种扎根的工作，扎这种善根善念的那个工作很重要。可是我觉得超马很简单，就好像那个蓝玉姐常在讲说，不像要写一大堆的什么经典啊、什么经之类的，而且那些经典到后来也许不断的念、不断的背，但是其中的意义也不是很清楚。那刚刚每个人就说，为什么会写这一篇？好像写的那个夫妻之间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大人了，对不对？我们都是满二十岁的，最小的女孩子在这边，你应该，你有二十吗？有啊，刚刚好啊，有了呗。而且现在已经不像我们三五十年前那个年代了，什么男女朋友连牵个手就非得会到默请会到默嫁，已经没这回事了。可是就如因为这个事，为什么老师会写这一章？因为目前啊，全世界的婚姻问题很大很大。所以你知道在台湾，我如果没有记错，三五对就有一个离婚了，离婚率高到不行。离婚率不算好，有没有分居在冷战当中还没有办手续的，有没有比比皆是，就是因为这种婚姻问题太大。你知道婚姻问题一大影响到整个家庭，那家庭是不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一个最小的单位？如果一个家都没有搞好，那什么都不用谈的。所以这个章节是很重要的，夫妻如果搞不来的话，整影响那个小孩子再影响世世代代下去，那是一件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老师要不断的要看弟子规？他叫我们再怎么忙，每天都要一集弟子规。可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每一天啊，每一个礼拜可以找一段的时间，把他你的小孩全家，把他弟子都放在荧幕上面，好好五十分钟，全家几口人坐在那边五十分钟，我相信你的小孩未来不用再教了。真的不用再教，因为我们工作室那边的超马老师，他们的家庭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小孩子懂事到你很难想象，而且都还不到二十岁，十六岁啊，十四岁啊，十八岁，都会让你很感动。那总会真的就如那个蔡礼旭老师讲的，其实他的幸福人生刚开始不在讲说第一件事情，不在讲说抉择吗？对不对？他说人生是最重要在抉择。那你为什么？选对抉择，是因为我们有判断力。那我们的判断力又怎么来的？他是不是有告诉我们是透过学习而来的？是透过看一些，他说看书，可是你要看对书啊。如果我们没有看对书的话，就说目前是不是知识爆炸、知识泛滥？很多人是上网可以搜寻到很多的东西，可是那些真的是正面的吗？不见得，不见得。所以为什么他会把那个弟子规，老师为什么把弟子规奉为圭臬？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超马里面要提升能量，唯一的来源就是道德资粮要够。可是道德资粮从哪里来？道德资粮从哪里来？从弟子规来。
我们不是每一个心法第一个忏悔跟发愿要做发愿吗？大家都不晓得我要忏悔什么。老师不是叫我们，你每天看看弟子规，你就知道在跟弟子规的比较之下，你到底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譬如说一个吃饭就好了，我们吃饭一坐下去，就是尤其在家里吃饭都是妈妈，尤其是阿嬷在这个地方，这边在做是不是有很多阿嬷？阿嬷都是先给孙子吃，先夹给孙子吃，爸爸妈妈也先给小孩吃。这样如果你再去看到弟子规，刚好看到这个章节，说啊完蛋了，我都做错了，原来东西再好的东西都要给长辈先吃，小孩可吃可不吃。可是我们一般是不是偷偷都塞给小孩吃？公公婆婆我跟他不好，爸爸妈妈离得太远也不需要，儿子第一女儿第一。最后的结果呢？最后的结果为什么没有？到后来为什么你的小孩长大都不会理你？因为你也不理你的父母亲啊，你认为父母亲不重要，所以他会学我们，就说哎，你看到我是最重要的啊，你阿公阿嬷你也都不会理他，你什么都给我啊，什么都以我为主啊。所以弟子规写的，你知道吗？你看完以后，你会整个起鸡皮疙瘩，会整个冒汗嘞。我们一路走来要忏悔的主题可多着嘞，啊！所以弟子规大家一定要看。那这个主题为什么会特别很重要？因为呼吸问题是目前整个全世界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台湾是两三对、三四对就有一个离婚，甚至分居都还不算在内，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去。双方还是没有实质地想找出改善方法，或侃侃而谈地将两人的问题找出来，或从各种书籍道理中寻求宝贵的解药来化解双方之间的问题。所以在人为上，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真正地落实，并且愿意花时间去解决，却只是奢望未来有某种的转变，处于被动的状态，那两人的关系只会更加恶化。我知道有很多人会有一种心中的苦，苦在于他单方的想配合，想把问题解决，但是他的另一半就是有各种的理由和原因去阻碍他想解决两人问题的动力，导致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解决的方向就是要靠着宇宙间自然力量的调动，把自己和另一半当时存在的问题慢慢缓解，进而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确信夫妻之间要有一个如胶似漆的甜蜜生活，除了相互之间的物质肉体满足之外，双方的精神层面也必须达到心心相印的状态，才能让生活有永远聊不完的话题，并且一直欣赏着对方的优点。不过夫妻有时也会对家庭的经济或是孩子的教育看法意见不合，从中阻碍了双方精神层面的相互交流。久而久之，两个人的精神方面产生了陌生感，隔阂就会越来越大。当隔阂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哪怕两个人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但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也会觉得另一半和自己是那么的陌生。如果你在婚姻的关系里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无论你经过了多少的挣扎与努力，却没有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看到一点起色，这时如果单靠你个人的力量，势必已经不足了，所以你可以试着。所以你可以试着调动宇宙间的力量，
去帮助自己获得幸福美满的愿望。这份期待已经不再是个梦想，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练成从中的受益者。给自己产生的信心，来推动原来的那份热忱，变成一份持久不变的恒心毅力。这样循序渐进的，就比较容易在你彻底解决问题之前，永远都有一份力量去坚持自己的理想。其中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生命密码之一——感恩。我们要在心里不断地感谢我们的另一半，哪怕是有那么一丝丝一丁点的理由，你都要挂在心里，不断地感谢他。或者也许你已经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找到任何长处，那就假设你的另一半拥有你所希望的条件与优点，想象他是你的梦中伴侣，并对他做深度的感谢。在你感谢的同时，你心中所想的整个感谢过程里，从你开始实行这项动作的第一天，这份磁场就已经展现出来了。随着你每一天时时刻刻地将这份感谢挂在嘴边，这种好的磁场和善性的能量源就会不断的扩大，当它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开始影响你身边很多事情，带往好的方向发展。不论有什么样的些许变化，你都要再接再厉，持之以恒地感谢对方的一切。除了你要有这样感恩的话语和动作，你所说出来的这些感谢话语，对自己而言，必须是诚恳及真心的表态。所以在这里，可能自己会有一个心理障碍，试着冲破这些障碍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勤于练习。当你练习到一定火候时，这个障碍点就会消失。在屏障点消失之后，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对方会真有某种不同的改变了。也就是说，感谢的越多，越能够让你进行掌握你和对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千万要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和对方之间的关系有些许改变的时候，要持续地拿出当初那份热忱、热恋时的心态和诚意，去制造两者之间相互交流的一分甜蜜度。因为当你秉持着这份企图心，就好像先造出假山假水，让你能够更容易地和对方产生一个很好的互动。当你看到假山假水，满心欢喜时，两个人就很可能相约出去看真山真水了。而这里的山与水只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以一个虚幻的情境阶段，借着它的频率扩增，去邀请更多好事情的发生。我们时时要知道自己努力的目标，勤劳的去掌握每一个创造幸福家庭的机会。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多家庭里面的小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而且会解决的那么自然，你很难用科学去解释。但事实上却是真正的帮你解决掉原来觉得非常棘手的问题。再来需要做的是向对方表达你的爱意。这份爱意除了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表现出来以外，在你的内心深处要不时地向对方送达这份爱意，并向对方表达出你内心深处的那份至诚爱意之情。当你表达一次两次后，哪怕是在自己的心中默念默想，时间久了，这份能量场也会时时在在的帮助你的婚姻生活。这份爱就好像是一种无形的特效润滑剂，只要这样的磁场能够在你们的关系中创造出了其中的力量影响，足足可以让对方感受得到那份，那么这份爱流露出来，在对方感受到的那一刹那，哪怕过去有多大的问题和难题，都会因为这份爱的能量场润滑了原来让自己觉得痛苦烦恼不安的婚姻生活。好，我们可以到这边。这几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考试一下哦，来讨论一下。夫妻之间如果双方可以互相体谅和解的话，就可以各让一步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怎么讲都没有用，那是不是一方哦，就是一方你就是没有办法互动就对了。那老师会教我们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来，哪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对他感恩，对不对？对他感恩。那你就说，我看到他就生气就讨厌。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婚姻问题来找我，他说我跟你讲淑玉姐，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他忏悔，没有办法对他感恩，我看到他我是反正就是看到一个仇人一样，这样怎么办？怎么办？老师不是叫我们要对嘛，就是要借假修真，对不对？要知道假山假水。你想想看，你当时跟他热恋的时候，每天晚上在想着他，那个时候把他想出来吧。你之所以会嫁给他，是不是因为当时很喜欢他？热恋中有没有？刚刚我们那个瑞芳在讲说，怎么结婚以后就没有谈恋爱了哈？那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感觉，你自己要去营造，要借假修真，再想一想你们当时在刚认识的时候他的好。老师里面没有写到说他的一丁点的好，你就去把他想出来。把它扩大，那把它设定它是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对不对？有没有你梦中的情人啊？把它假设一下有这么一个人物出来，把你这个梦中的情人把它挂在他的身上，借假修真，移花接木，可不可以？移上去的话，你就感恩的出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二个呢，老师说第一个是感恩，对他感恩，第二个是怎样？啊，你都没在看哦，太紧张了。大家都，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读书会，如果你下个礼拜要来，是不是把第九章大概瞄过去，好、哦，瞄过去你有印象的话，就是说你才会很有感觉的出来讨论，因为讨论当中会撞击很多很多大家的一些 idea 出来，那收获最多的是大家，才会达到真正的共振哈、哦。不要主持人一直在唱独角戏哈、哦，主持人又没结婚，很辛苦，你知道吗？第二个是要表达爱意，对不对？表达爱意也要借假修真啊，不然就说啊，我就看了他就生气。同样的，把他想象那个时候他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曾经一定有说过那三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一直把它扩大扩大，把他的一点百分之一的优点把它扩大，把它变成一百倍。那缺点99%是不是就看不到？要慢慢去体会，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下一个男人下一个女人不一定更好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要用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在超嘛，我们一定有这个能量可以营造这个什么感恩跟爱意嘛，一定要营造得出来，可不可以啊？这些妈妈们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哦，这位先生，哦，你有意见？可以，来来来，那边有人。我有话要说了。不是。我的感觉啊，我
我已经70岁了啊，我退休那么10多年了，将近10年了，那我是一个基督徒，那大致我就看了，那曾经看过这些东西，那我接受的时候有一点就好像我感觉会情绪来的时候不是那么样的，好像说得到做得到，看得到做得到，有一阵子如果我们真的看淡，如果我们就这样，或许过一天还是过了某一个阵子，老师讲这些全部都是真的，我非常认同。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看了很多书，还是看到很多很多的正面的在讲这些书，好像这种感觉是那么样可以做得到，对对对。所以我之所以说我有意见，大概就是在表达你说情绪来的时候，可能不能单纯，并且我想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讲到人呢，人要爱他呢，哎呀，想他的好，我想他很细数他的恩典啊，他怎么样的，但是真的，如果过了一阵子，可能就真的会慢慢，如果冷静下来，就会想到啊，大家互相需要这些，我表达就这一次。我许，许先生，我叫许哲文。你接触这本书多久了？差不多1年。哦，1年了，是不是？我的这好像一个这么一个1年的话，就像不是一小点是吧？对吧？对吧？遇到了一样。好。那我感觉就是老师啊，老师刚刚写到这照片，他对圣经的崇拜，就是各种宗教，我们认为。就是在后面的一个教导，对，然后做，只要做了要行得出来，讲得非常容易，对。那如果真正的一直在感受，一直在那么样的话，就真的越来会有，反正那种灵光跑出来，对，一个非常警醒的心，一个非常灵敏的灵性，对，那很多事情就越来，那当然就是我看了你好几次，就这种，这本书你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吗？没有，这本书立马没有，我就看到。亲人之间的这个疗愈，看了好几次，然后我就在这样说，我好几次，好像没办过了一次。哦，你就有去过了，我知道，中山那边。就想去，就在中山路那边。南京东路那边，对。就搬到这边，我今天定下，我时间也不允许，所以刚好今天来，那有点慢了。所以比较不清楚的状况。哦，没关系，没关系，不会不会，很棒。其实我觉得许先生问的问题很好。那因为他毕竟他刚才已经讲说他这本书才刚开始看，可是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如果没有看过超马书的人，一定有，就是说你们都好会讲哦，讲道理谁不会啊？问题是做道理很难，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首先如果你从第一页开始看，你就知道我刚刚讲的为什么可以。第一个老师有我知道，我就说因为老师有三个心法，步骤1、2、3。哦，那如果第一个心法是不是忏悔、发愿？那第二个是不是爱跟感恩？第三个是那个太阳心法。如果你这个三个心法，这三个章节，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你好好重复看，那它里面的那个微言大义，老师讲了一个心法，你慢慢去念，然后慢慢闭个眼睛去试试看，去做做看，你自然而然那个能量会提升。你能量会提升很奇妙哦，你就自然而然，比如说我以前对这件事情的生气是10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会变成5分哦，然后接下来过一段时间会变成3分哦，然后过一阵子会变成只剩下1分哦，就是你自然而然能量一提升，你的转念速度就很快，就可以真正达到表达爱意跟借假修真，这是里面是有顺序的哦。你慢慢再看的话，就是我会有这个答案，好不好？哎，这部分我可以感受到，对，已经有了年纪了，稍微就有稍微年纪，所以像老师讲话，我可以感受得到，而且深深的也会有这种感受。对，但是我的意思讲，现在表达就是说，老师讲现在，我认为这是正能量，这些我的。相信天地之间爱啊，这些光啊，这些都一样的，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一直也待在尝试这种怎么样把今天行出来做出来，活出一个比较活泼一个，不能有一个那样的一个能量，一个正面的能量，所以我非常认同这些，所以我才会今天才会来，所以我们讲说就是慢慢来学习，对。希望你说，因为我们超马这边教室的读书会很多
哦，你看你的时间，好像今天晚上有吗？有。今天晚上也有，然后明天晚上有老师的共修，老师明天共修是用视讯还是会？视讯，还是回到台湾了？还没有啊、哦，视讯。就是说，这边你明天晚上你也可以来这边听老师的共修课，然后还有礼拜四的下午也有读书会，礼拜四的晚上有分享会，礼拜五的下午有读书会，礼拜五的晚上也有读书会，礼拜六也有读书会，礼拜天一整天都有读书会，天天都有。哦，知道吗？白天比较方便。哦，你白天比较方便了、哦。对，白天比较方便的话，那都有读书会，好不好？哈、哦，我们欢迎那个许仙多兰哈、哦，大家呢很棒哦，直接给我们很棒的撞击。然后其他呢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共同把这个下面就是秘法了，也是老师的秘法之一，叫做玫瑰心法。夫妻之间呢，夫妻这是这个秘法，只有夫妻之间，还有真的很亲密的男女朋友才能做的哈。接下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哈，一起念啊。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另外一种特别的心法，除了感谢与爱之外，调动宇宙间的力量，可以更实质的巩固你和另一半的婚姻生活。我们试着静坐在安静的地方，深呼吸三到七次，一直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感受到一股清新舒
在给予练习之后，自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一切事情都会在你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和预测的情况下趋向顺利，事事有所好转。当一切事情都趋向吉祥如意的时候，别忘了要将这份好的成果、礼赞和爱的力量散播出去，并且感谢宇宙赐予这一切的帮助，随时化作真正的行动，将这些好的方法传递给世界上更多的人，让我们的大环境都能够因为大家正向的发展产生更多的正面能量，进而帮助整个世界、宇宙达到更美好的境界。舒适的相处与沟通是智慧的体现，借由落实实修，提升自己的智慧，为自己设置一个圆满的界限。玫瑰心法，这样懂了吗？尤其有那个如果要让你的老公跟老婆之间呢更幸福美满，像现在超马的夫妻应该是已经蛮棒的，如果要更棒的话可以每天都做。那你周遭如果有朋友夫妻方面有一些意见的话，是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心法可以在家做的，相信他们一做的话慢慢进啊，能量会不一样，你的感恩跟爱的表达就会很自然很自在，不会那么尖戒。怎么借假修真吗？怎么移花接木吗？怎么假山假水啊？就想象不出来。那我觉得老师真的很棒。事实上呢，我觉得感恩本来不是每个人哦真的真心诚意去做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谢谢啦，对不起啦，哦，可是就讲不出啊，请原谅我啊，我爱你啊，有没有？这四句话不是林超不知道哪一本书特别在提林极限的，就是我们常常说对不起对不起哦，我们要是过个公车对不起对不起，好像就很自在啊，哦谢谢谢谢谢谢，也很自在啊。可是为什么讲我爱你就讲不出来，请原谅我就讲不出来，而且请原谅我并不是表示你做错事情，哎，你能讲出这句话表示你是超级有能量的。所以各位常常这四句话也是个好话哦，啊，那你想，那既然这样，夫妻之间如果一直感恩他，那一直对他表达爱意，有什么能做不出来？因为他是我们最曾经最在乎啊，未来也应该很在乎，当下现在很不在乎的人，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一定做得来啊。那老师呢，特别哈，这个章节就特别为普天下的夫妻家庭特别写的。那这个玫瑰心法也是给夫妻，因为很多人千万不要像我们刚刚魏芳姐讲的说啊，结婚以后就不会谈恋爱。相信你们做完看完这个章节，在内心里面哈，每天去做做玫瑰心法，每天去借假修真，感恩他，表达爱意，你们开始会恢复到年轻的时候那种谈恋爱的感觉，这样有没有很好？不要说啊，老夫老妻啊，秀夕阳啊，反正就这样就好了，就把它当亲情而已。其实可以再提升的，再升华的，好不好？啊，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如果没有，我们就四点喽。那记得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等一下结束哦。在我的读书耳朵有一个习惯，就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奇怪哦，大家都面对很正经的都讲不出话来。可是我们如果围成一个小圈，五六个人，一千五六个人，一千五，大家又有话讲，你不相信等一下猜，然后五点大家都还不走，很奇妙，这种是很特殊啊。你有话要讲 ，OK， 请说。老师，汤马家人啊，大家下午好。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昨天参加这个管理姐的读书会。其实我进入汤马还不到一个月。那昨天上了那个管理姐的那个读书会，提到第十六章，就是服下这个救命胎的部分。我为什么要表达这个章节的重要性哦？因为其实当初我在接触到超马的时候，我翻到超马这本书，我就是先看这个章节。可
可是当下呢，只是阅读过去，并没有太大的感受。可是借由读书会，大家集体共振分享了之后，我才真正明白，当时老师要写的这个不像救命单的重要性，为什么我要在此时跟大家分享，真的非常的重要。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先生。如果不是去年儿子发生重大的车祸，我在去年，我在上个月七月十四号到丰盛纪念堂收到了千年之约跟疗愈权利，又是因为儿子讲了自己年轻时对妈妈努力的言辞，完全复制，我才恍然大悟。那时候觉得不下救命单，也就是我写到哪里，就是要感恩天地的这个部分哦，就是那时候第十六章提到就是忘本的。那因为昨天借有那个读书会的时候，我才觉察到哦，原来当时我向天地借了无形的信用卡救了儿子。可是因为后来忙于儿子他要处理这个手术还有官司的事情，然后可是我却背信了天地对我就是帮助我的那个承诺，我没有去履行自己承诺要行功立德的部分。直到去年的九月，因为先生自己酒驾，又到了十一月，自己看似感冒的病毒事实上就是无形的负能量跟业力已经在催好了，然后我都一直在漠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一切就是应该要反求诸己这样。那时候没有觉察到，因为总觉得之前都是可以 pass 过关，没有什么不能再 pass 过关的。直到十二月的时候，我因为看似感冒的那个病毒，事实上是真的是业力跟负能量来追逃。我已经感受到死神来找我，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铁链声，非常明显。我的房间有一种非常强烈要窒息的感觉。我知道我可能没有太多的筹码在为自己来平反自己，因为之前已经为了孩子，求过了，那如今是已经到了自己的身上了，我不可能很肯定自己是否有筹码可以谈判。于是乎呢，我还是一样就找了我之前认识的那个老师来帮我做处理。那当然确实老师刚帮我查，他说真的鬼神已经死神已经收到执行命令，就是要立即，就是在当天我去到老师当那个老师的当天，就是要立即执行，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是没有机会的。那我就请求上天慈悲再给我一次机会，所以我就当然就留下我的命，我就跟无形说我愿意去行功立德，请给我机会这样。但我也没有钱，我是没有钱，我说我愿意行功积德来弥补这些的过错。所以我在今年1月1号我就告诉自己先从完全吃素开始，吃素是为了要杜绝不想要再有更多的杀戮。可是呢，人就是这样，好了伤疤忘了疼，真的真的，因为如果不是直接，因为刚好我一月开始吃素之后，我知道儿子他紧接着要今年要做第二次手术，又还有在持续诉讼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有很多就是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杂事，一直逼着你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在做忏悔，
或者是说在做这个功德部分呢，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在做。直到我在接触到苍麻之后，我在分享这些的书籍的时候，在跟参与读书会，跟昨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自己都缺失缺德，对，正确是缺德。那如果不是昨天再次研读到这个章节，我可能还是迷迷糊糊的继续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也不会觉得说要赶紧还诸于天地的感这些的恩德这样子。对，所以我要分享的就是说，真的每一位超马的家人在家里自己看书跟来读书会共振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借由昨天的这个读书会之后，我更加的感恩，就是感恩天地，感恩老师，谢谢大家。我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海玲，之前有参加过苏丽姐两次，今天应该算是第三次，因为有时候刚好下午还是持续去分享这些的书。对对对，是。Okay, 所以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我觉得刚刚就是说，我觉得分享本来就是一种能量，绝对不是某某人在一直在讲而已。那你如果在那个有什么这段时间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像他的突破的顿悟，一定要讲出来，让大家什么可以去学习，也可以去警醒，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曾几何时我们也忏悔发愿的，那然后我们情况变好了，就会无形当中会忘记。人有没有说啊，反正我现在已经好了，就已经忘了你当初的承诺了。所以我觉得他的分享很好，提醒大家好不好？好，还有谁有话要说吗？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要唱歌 ending 喽，啊，没关系，你可以 ending 的，我们只要唱我们的歌而已，好，谢谢。